经常会听到有人问他是谁。我和你一样是有梦想的年轻人，喜欢挑战，喜欢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。我是一名创作歌手，喜欢弹吉他，最爱的音乐风格是摇滚。我也是一名新人演员，最想尝试一些年轻的角色，在表演中获得成长，在成长中体悟生活。我爱运动，爱猫咪，关注公益，享受青春，也传递正能量。现在，我觉得你开始了解我了。我是许魏洲。